走。谢谢。三明治卖完了，知道你不喜欢菠萝包，所以就没给你买。我今天在家吃过了。你今天早上没有去跑步啊？你的追踪有漏洞，每周我跑步五天，休息两天。谢谢你的咖啡，我去上班了。林墨白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昨天什么时候从酒吧走的？为什么不问问我一个人怎么回的家？为什么不问问我有没有遇到危险？你看上去也不像有危险的样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大半夜把我一个人扔在酒吧呀。一个人？我昨晚喝多了，只记得我去了洗手间，其他都不记得了。林墨白，你昨晚一滴酒都没喝你就断片了，就算你要拒绝我，也要有个技术含量的理由吧，最基本的礼节呢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记得，而且我没有承诺过要送你回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再主动来找你，我就是个狗。当，再见，我告诉你，最好再也不要见了。